这回垫前面了，还哪儿疼？然后是腰疼。腰疼啊，腰疼简单。要美，要美。你这是肚子大。你看，要收。哇，哇，表情也好，还哪儿疼？然后最后是腿疼。腿疼啊，腿疼。哦，刚才我找一下那种感觉。最后一次机会。哦，连腿疼带牙疼，那我们一起好吧？可以可以。哎，定格，再来一次，三二一。我怎么感觉有点《西游记》的感觉呢？所以看完这个之后啊，冰冰，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哪儿都不好。你快成仙了。好的。所以说啊，我当不了平面模特。当然。有一张难得的明星脸，我们的话题肯定是从这儿开始。什么时候，你多大的时候，大概有人把你跟他联系在一起？就是我从小讲吧，就是小时候我还读三年级的时候，然后楼上跑下来一位学姐，当时在播《还珠格格》。然后他们就指着我在我们那个班级门口说，哎，那姑娘像金锁。然后他把他们班的人都叫下来了，堵在我们班门口，然后我就不敢出去了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妈呀，缘分美。李太太，对对对对，是这样是这样。拿着那个鸡，来，金鸡，那个正书，正书。那么在台上说的那么好，一定是准备了。没有。你看我说的。你说的什么？乱七八糟，语无伦次。我也语无，我自己已经喘不上气了。非常好，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好，完全是演讲教材。吓死我了。我们应该怎么近一点？我们先来这个。